对啊，我们算过的，算过的。先磨一下，我怕磨不到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怎么？你就下了两康波，三康波。可。这只应该不会什么越打越强啊，或者是越打越痛啊之类的。对，不会。可是我觉得好像削太多了。手准太多，有时候也是烦恼。削两康波。我削新竹好了。等等，那个是什么？好，打死一只看看好了。你看，等等。哦，你说下一关是不是？对，没有办法，这一关没办法。我必须讲哎，其实小乔的游戏观念还蛮不错的。我玩六年了，孩子。不是六年归六年，但是会不会游戏观念是另外一件事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虽然有人过了六年还是不会成长，还是那个样子。我没有 diss 谁，而是他说。就是有人可能、哦、我就是编什么队伍就怎么打这样，可是 你会发现他讲得出一点，他要讲出有那个逻辑跟概念。我也是别人怎么编，我就刚好稍微跟他聊一下，其实他也是蛮游戏狂的，其实这样好了，爱玩游戏的小孩不会变坏。对啊，對我好像没摸到孩子，因为好像会全体耶。我可以看一下幽助有没有办法，可是他第二是飞影啊、哦，飞影就是二技不知道。你看他有想到说要开。我没有胡乱，真的游戏观念有，手速很快，观念超好。幽助第一的技能忘记了，可是英文帮我翻译一下。不是，它是飞影。飞影对。对 对，我看。第一个技能是要变猪吗？转Turn Earth Wrist Around Stone in Dark， 它的意思就是把木转成火魔族服饰。对不起，丹门我没有翻译哦。然后还有第二句，你英文好好、哦。第二句，然后那个。Hot, long stone into fire demon， 对，新转成火魔族，没有帮助。为什么？这很有帮助啊。这个很有帮助吗？啊，不行，我跟你讲，你就要按下去。我觉得应该是多削一点。那对对对对。让他靠一下。对对对。啊？是不是啊？有没有帮助啊？不用开啦，你手转其实是可以。嗯。可是要转得好呢。OK 啦。OK 啦 ，OK 啦，马氏英文，对对，马氏英文。哎，真的，这手转，哦，其实他在故意秀手速啦，我还叠珠呢，哇哦，哇，秀，你是要秀手转吧？我看起来是这样。是啦，就是想秀一下、啊。对，秀一波，秀一波。反二五一七零，打不过真的那个，嗯。下一个有什么？有突击吗？没有，直接变神哦！那再瞧瞧，有一个小小的弱点。什么？太急。真的假的？就是你基本上弄了就出去了，你不会先思考会不会有什么那个？什么？例如说飞影先开一技，然后之后再……我就在开二技，因为我怕打不死他。没有，先开一技，把那些猪转掉，再转二技啊。我想说不要消弱化，啊，不然弱化就变成不是弱化了。它是新转木，新转火是不是？木转火，新转暗。新跟木会转掉了。对，可是下面的弱化足不多，我想说要不要？哦、我知道转魔族可以增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再开一个比较保险，开一技，反正就增上更多，反正都要开了。对对对，有道理。就我一讲，他就听得懂了。说实在话，有道理。嗯，我不是有些时候讲了，还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在讲什么，他听得懂了。可是巧巧另一个弱点是不会三声叫，屁呀！刚哎，有电话盾，肯德基吧 ？Hello，Hello。哎，肯德基，是肯德。在哪边？你在哪边？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便利商店？有没有看到一个便利商店？不是，你要看到便利商店，又有好有两间啊。啊，另外一间呢？
往右手边看，你是从里往外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对对对，全家那边，我去那边找你好不好？我去那边找你好了，不然你好像迷路了，是不是？你在哪边门口？你在哪边？啊，那我好，那我去那边找你就好了。好好，不会，好，拜拜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刚台主，今天就是真台主出现了。那万一回来就成就姐了，翘脚。哦，错姐，我想我电话断线啊，你这。不会，那你要快点回来哦。OK。带钱？哎，要带钱吗？刷卡了。刷了。等我回来哈。好，快。等我回来哈，等我回来哈。好自在哦。没有啊，就是一般问题。好自在哦。哎。哎、欸，你家冷气跑掉了。我也跑掉了。好、啊。剩我一个人嘞、欸。大家要不要跟我聊聊天？好了，打。消除一颗锁定。恢复。那我们把这个新那个打掉，然后洗一下技能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水那个不能打转水的那个地方打掉，反正燃烧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效果，不要转太多，转太多了吧，这样够不够啊？好像转太多了，太痛了，救命啊！把门锁起来吗？锁住门吗？我们来别人台有点害羞，我感觉五鼠盾还没跳，有跳了，现在是五鼠盾的部分，我们要把木鼠心理伤害减至10呢，然后做五鼠盾。那现在就是先开暗火，然后再开他的遗迹。这样就没有木了耶、欸！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欸、我是不是转到什么了？我是不是死的？我想一下怎么办？第一个是水火木吗？还是第二个？第一个吧。吓死我了！本心去拿那个了，去拿肯德基。这是白星台，进王冠了。王冠第一个是拼土盾，火墙吗？这个是木火星同康，开真杀。
怎么办？把他帮他连火的成就一起解一解，要不要？解完了，直接冲了。哎呦，小心，小心！那就帮他连火的成就一起解完好了。好，解过了是不是？对。我要说很难有计价使命，好不好？他们说你不在比较容易过，啊、然后他就把门锁住，叫你不要回来。因为我很会老马、啊。哎，大青呢？男生那边没有吗？楼下还有吗？啊，辛苦了。你可以先送来冰回家吗？把锁门吧，好可怜的，因为他们家外面要修路吧，然后他那个外送的人又迷路，他只好去接掉外送的人，所以真正的肯德基的外送也会进来转一下神魔之塔。我他妈，啊，不认识路啊，还是从工读生吧。啊，这个好咸哦。老爷，不要，来，给你。哎、欸，你的是什么？我是绿茶。哎、欸，看不出来，怎么办？吃起来了呢。哎、欸，我看不出来，应该是这个吧？是吗？是。你怎么辨别？啊，是。对啊。一个直觉。对对，我是来宾啊，对，我是来宾。一个直觉，不然组个火魔队让你打。呀，你是要弄我的？没有啊。我看他比较大，什么比较大？他说哪台哪台都哪台，现在百姓也拥有哪台来充人数了。